然后今天我们来抽这个优属性的离优哈，然后优属性离优叫绿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冰蚕玉剑哈，这个小师妹，曾经的小师妹已经退化成蜕变成的冰蚕门的掌门人，但是名字呢为什么叫冰蚕玉剑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呢，这两个人谁比较大呢？我想应该是离优比较大吧。我是说年龄的部分啊，年龄的部分。好的，第十抽会不会直接中呢？直接中可以直接收工了。啊，想当然而哦，往往不会第十抽就中的哦。总之要到第二十抽左右吧。Go go！欸，不要卡住，卡住是连看都看不到了，这种是最干的。上次不知道哪一次都卡住，然后就中了，好像是抽冰椅那一次吗？三十抽，第三十抽。欸，我刚加发数了吗？哎，完了。啊，就是幽冰双彩，超扯！好，加发出了啊，加发出了啊，第一次只抽哈，该中了吧？啊，中了！哎，说中就中啊，这个加了8%还不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18、19吧，第八个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究竟是不是优属离优呢？干你娘！对不起，太直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收回。我是说，干什么东西？娘亲，洗白。很累啦，哦，哎，梁粉，第一个绝没错，我是这么的衰小，嗯嗯，第五十抽没有哈。现在是第60抽，没有，70抽，哎，我就是怕这样，跟上次一样，就卡住了。这我有中吗？不会被吃掉，他会直接给你，但你又看不到那个。Surf Shop VPN， 赶快来找我业配哦，我很需要你。应该没有吧？干什么东西？我啊！我没有优势理由，你干嘛？我就说这种突然荡掉的这种齁很危险。总之现在是70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0抽中。哎，好烦哦，这游戏好难玩哦。天山，从天玄到天山，虽然只是，就是其实是不，他其实技能还不错啦啊，其实技能不错。哦，这个漂亮哎、欸，这个时装蛮漂亮的、欸。是啊，他的确是比离优好，没错啦，以技能来说的话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漂亮哎、欸！开始安慰自己，我才没有。
我没有，我并没有开始安慰自己。哎，我的那个聊天室关掉了，我才没有安慰自己。小龙女哦，哎呀，蛮像的。为什么这个腰不会动啊？奇怪，会难看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除了这个腰的部分，这个腰怪怪的啊。你真颇像小龙女，没穿裤裤，没有，只是挡住。你那边什么裤裤？靠腰支撑。上次活动320年已经没抽到药性了，还好我上次有抽到乙精。哎，乙精真的好用，IKA 梁 Porter 安安，就是一个会甩，一个不会甩。我说袖子啊，袖子，你看，一个会甩，一个不会甩。好了，然后抽吗？好烦哦。好了，再抽一次啊。我们抽到冰蚕玉剑哈，我们再拼一下。第80抽，已经会不会甩哦？你说甩哪个地方？你说他的枪吗？嘿嘿，其实妮可跟李靖。我还是觉得离境比较好用 虽然是个汉子，但是这个汉子非常的棒哦。90抽，89，100抽，70、80、90、100。抽忧虑会忧虑吗？我不知道没抽到的话可能会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了。有不好的凶兆啦，不好的凶兆。啊，好烦哦！有不好的凶兆咯，开始。啊，对啊，活动没抽到，可能是真的就没机会了，这倒是真的了。现在开始玩天地解有没有？就是要抽卡才会有人看，抽卡是最精彩的时候啊！不是吧？已经加9%了，这样还没有中。让我中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离境还不错啊，可以吸怪。有了，没有没还没抽到，我刚抽到第一个，跟你老师唤醒了我古伦德，从今天起，你来的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我刚刚原本想说第一个通常都很衰，通常都不会中。我又没想讲这句话了，然后我把它收回，我没有讲出来，结果第一个还真的不是，新的棒棒，悲剧啊，各位哦，不是古伦德已经没什么用，我已经有李靖了，我不需要古伦德，一起甩枪啊，李靖跟古伦德一起甩枪啊，甩棒棒是不是？我特别要练呢，哦。我练李靖就好了、啊。哎，150，拜托啦，直接中了啦！这游戏好难玩啊！哎，在叹气。但我不得不说，我不觉得我这次抽卡的运气不好。140抽三次觉得算是 OK 的。不会退啦。就跟你说，黄圣杰下一个三节路是天外剑圣路，我就继续玩。如果是黄圣杰结束就没有的话，我再考虑一下，有可能就不玩了。可能啊。诸葛亮六了啊。没有都歪啦，两只诸葛亮啊，不是
一只诸葛亮，一只古伦德，然后一只冰蚕玉剑啊。这次一定要抽到底啦，要不然很浪费。因为这次抽一定会中到两只其中一个。啊！但很难讲，因为不知道过年会不会在轩辕剑再重开一次。没有理由就算了、啊，不能办。几抽啦？干190了，我靠！你是的，要200抽了，也该中了吧？啊啊！就是以实用性来说，大家是推英灵华啦，得了吧？啊！第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干我也不好预感，就是第八个。哎，等一下，第八个，第一次第八个是诸葛爱。哦，第八很危险的、啊，这个数字不吉利啊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拜托啊，我是要先洗个手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双蛋啦。拜托啊，就是你了吧，就是你了吧。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。开心，祝各位明天股票赚大钱哦。干什么东西你各位，干什么东西你各位，有了有了，是什么蒙蔽了双眼，圆梦圆梦，安妮阿威啊，开心开心啊，开心啊，抽到想要的啊，管它好不好用，抽到想要的，最喜欢的、啊、哦，是不是？等台服出了哦，你们都知道我的心情了，好不好？我来看看哈、哦。喂喂喂喂，搞什么搞什么？哎、欸，我200抽哎、欸，200抽四只绝，各中一只，歪了两次 ，OK 吧？这次可以戴面具？不会吧？这个和谐什么？天地之律是这世间不容置疑的，唯一的道。他不会动。我更加尊恨啊，有有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我更加尊恨过去的自己，为何要那般渴望融入这人世？那些记忆侵蚀着我。天地之律，天地之律，天地之律是三八？哪有三八？你看到啊，在该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是衣服的作者啊，不要想那么多啊，你各位很色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不会甩哦，那、啊、这个会甩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切换皮肤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有戴面具是这个啊！哦，哦，そうですね。看一下，哦，看一下这个，哦，好神秘哦！大家怎么解锁啊？基础皮肤怎么解锁？怎么弄？怎么弄嘛？我就问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我看一下。升级身上骑士等还是不行。重登吗 ？bug 还不能用哦。哎，武器 bug 哦。这还不行，有问题要重开，哦，真的假的？
但是冰属性的侠客我已经很多只了，说实话。有很多只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也没有。常用的那几只吗？哦，公告有写，重开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哦，英灵华是有阵法的哈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很多颗啊，留着不用啊，厉害吧？存了四年，入服账号四年了吧？开四年，对，要第四年了，对对对对，不知不觉就玩四年了，你各位。好啦，反正抽卡时光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。